过到了岁半年中，为了要帮助花坛急难救助会募款，花坛一间翠安手商伫在河中伊出的医疗翠安举行开仓义卖，吸引来自各地乡亲到场来买，总共卖出二十二万块的翠安，扣掉成本了，手商捐出九万七千块，予花坛急难救助会。一透早就来自各地乡亲赶到现场参加义卖翠安的活动。因为规格甲色水真侪种，所以工作人员马上细意义来说明。他们的，我跟你说，这家的耳袋会稍微紧一点点，紧一点点，应该是说这家的会松啊。就是他这一家的，他的耳袋会比较稍微松一点，所以如果你脸小的话，会建议买这一家的。又搁到了岁半年中，当年花坛急难救助会拢会伫这个时阵举办寒暑宴，加转发急难救助金。但是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服务组款部甲捐款拢减少，所以一间花坛在地企业了解目前花坛急难救助会困境，本着促进社会、用之社会精神，将自创品牌翠安开仓义卖，规个仓库各项翠安扣除成本全部捐予花坛急难救助会。我们是花坛急难救助会，那今天在我们的上好生技这里办口罩义卖会，它是医疗型的口罩义卖会。那今天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年底要办的寒试验活动经费不足，所以我们的上好生技的郑老板就说他要开仓给我们做整个义卖，然后他的活动经费，他就是今天的盈余都要捐助我们当活动的经费，所以对我们的寒试验的那个经费缺口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因为花坛急难救助会它本身在默默耕耘，在帮助我们花坛邻近地区的很多亲朋好友，就是一些比较亲难的家庭啊，我对于这个精神我觉得我们很尊重也很敬佩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一次的想法。对啊，因为得知到这次的经费真的不足，所以才邀请各方的善心人士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活动。翠安现在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，可以买到自己喜欢色水的翠安，还可以做公益，让很多人都愿意来参加。我想要做哇，我想说 做一下义卖工作。那现在买几种？我现在买三种。买三种哦。我目前买三种。你看这边口罩比较齐全，各型形式的都有。对啊对啊，而且蛮立体的。有啊。我喜欢立体的。立体。立体的口罩。在社会上很多角落，有很多困苦的人因为经济弱势，而且受到法律上的限制，无法度得到政府机关的协助，所以花坛急难救助会募集社会资源，每年都会来举办慰问的活动。我们往年的寒试宴都是用半桌的方式，那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为了减少感染的机会，也维护大家的安全，所以我们都是这两年都是发放物资。那今年也是跟往年一样，就是发放150份的物资，还有一个过年前的一个关怀金，跟白米啦，还有很多民众他们捐出来的一些物资，让他们还有年菜，就是像空吧，就是我们过年常常会吃的空吧，然后那个米糕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过年前很温暖的围炉的感觉。在经过一天的祭拜了后，最后卖出22万块的翠安。扣除成本了后，厂商捐出97000块，予花坛急难救助会作为举办寒暑宴甲转发急难救助金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。